主上息怒，认主的影卫不遵旨令，你倒是教教我，该如何息怒？他有孩子，有孩子又怎样？你以为凌天宫是什么地方？在这里，强者主宰生死，弱者命如草芥，一条人命而已，谁会在乎？既然如此，当年我和妹妹同样身入浮萍，命如草芥。 主上又为什么要救我们？主上，属下并非心慈手软之辈，更无怜香惜玉之意。属下只是觉得草芥人命，非你本意。就是。你是在教我做事？属下不敢。不敢？本宫可没有看出你有什么不敢。来人！ 老公主，允时为令而行，带下去，罚30鞭，以儆效尤。运中男士地位低微。 没资格进阶堂，须去一受罚。 我听说少公主昨天刚受了恩，怎么今天就罚上了？而且怎么穿成侍卫的样子？她不是故意穿成那样，对少公主整什么花活了？结果弄巧成拙，玩砸了吧？ 毕竟是影阁10年拼杀出的精锐，少公主竟与他认了主，如今又以男士的规矩惩罚他，是否太过折辱了？这样便是折辱了。影阁10年，他受过的搓磨可不止于此。是。话说回来，这人倒是聪明，我们都没撬开那情师的嘴，他却做到了。 到底是甲等影卫，这影阁10年间，才能出几个甲等？昨夜的事情倒能说明他是个良心未泯之人。若真能被您所用，倒也是我们的一大助力。可他竟然说那么做非我本意，当真是可笑。少公主，二公子来了。 去年阿姐曾说宫中的茶没味道，这会儿正值新茶下树的好时候，我特地。二公子有心了，只是您来的实在不巧，少公主早已吩咐过今日概不见客。我10次来，倒有8次见不到阿姐。罢了，你替我转交给阿姐吧。是。奴婢替少公主谢过二公子了。
就是他，走。我还当这新来的人有多俊呢，竟惹得少公主喜新厌旧，却原来也不过如此。狐媚不成反挨了鞭子，这下可该老实了。主上，据属下所知，那万心诀能短时间内提高内力，若少公主有习得万心诀这等功法，为何主上屡次试探少公主内力，却始终未见异常？这些年玄儿确实从来没有露过半点我派之外的功法，不过我始终觉得他对我还是有诸多的欺瞒。主上，属下觉得这世上没有天衣无缝的伪装，或许主上该常常提点少公主练功才是。今夜公主会召见少公主，她去主殿的时候，雅叔都会陪同她去。玄天院中空虚，抓紧把事情解决。我知道了。想着先让他离您越远越好。一入隐阁，豺狼环伺，他却遵守十年之约，杀出重围来到我身边，办事方法又与常人不同。此人还真是有意思，随我去看看他。求你。